食咗之後咧，大概一兩個鐘啦，已經慢慢 feel 到腸道蠕動啦，跟住之後我就可以正常排便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Ollie， 人稱虎養就係我啦。識我嘅人咧，其實都知道我咧好中意食嘢，打邊爐啦、漢堡包啦、薯條啦，真係唔肥都唔中意食。咁但係食呢啲嘢咧，真係好唔健康嘅。咁食到咧啲腸胃又差啦，消化不良啦，咁搞到個肚咧，其實成日都谷住谷住，真係著衫都唔好睇。我最近聽朋友講咧，原來食益生菌咧係好有幫助嘅。每日咧只要簡簡單單食兩包啫，就可以幫助到你腸道消化噶啦。咁結果咧，我就試咗一排外國牌子嘅益生菌啦。咁我一路咧就以為啊，外國進口就一定好啲。咁但係出嚟咧效果都係麻麻地。咁我後來咧就得知啦，原來呢啲益生菌嘅研究咧一般都喺外地進行。咁西方人士咧其實佢哋係食薯仔為主食，咁亞洲人咧就以米飯咧為主食啦。咁所以外國嘅菌種咧未必可以保證到我哋亞洲人食咧都有相同嘅效果㗎。好在呢個時候咧有個營養師朋友介紹咗隻新產品俾我，就係佢啦，皇朝益生菌。佢係台灣研發嘅菌種配方。特別是針對亞洲人的體質和飲食習慣的，而且它有300億活性益生菌，專門抑制壞菌的功能，幫助你的腸道建立一個健康的環境，更加有效維持到腸道的暢通。如果你有肚屙、便秘、消化不良的問題，全部都可以幫你一一解決。咁皇朝特雞精都很出名，我自己都有飲開嘅。除了好飲之外，亦都可以幫我改善到手腳冰冷的問題，所以我對皇朝呢個品牌的出品都非常有信心。其實 so far 我都吃了大概一個月左右，我開頭就每日吃兩次，每次吃一包。其實簡簡單單用室温水沖就可以了，甜甜地，非常易入口。點知神奇的事就發生了，真的估不到一吃就有效果。我記得咧，開頭咧，我個肚咧仲係谷住谷住嘅。食咗之後咧，大概一兩個鐘啦，已經慢慢 feel 到腸道蠕動啦。跟住之後我就可以正常排便啦。然後慢慢一路吃下去，就慢慢已經冇感覺到有肚谷嗰個感覺。俾啲嘢大家睇，呢條褲係我上個月買的，我不是專登買一個大啲 size 嘅褲，專登嚟拍呢段片嘅嚇，係真的。食完之後我個肚就冇漲了。咁最後咧都提一提大家啦，益生菌咧用室温水沖就得噶啦，又或者你可以倒入口就咁用清水送，記得千祈唔好用40度以上嘅熱水去沖，因為咁樣咧係有機會破壞益生菌噶。我哋下次再見啦～